善凶险，只是药草难寻。晚间制药，少年郎明日来取便可。我先帮阿老整理药材，稍后归家。两位兄长先行。有劳张老，晚辈告辞。兄长，弟也告辞了。好，南弟，明日再会。兄长亦不必气馁，你我情面不懈，必能保护乡里。大兄，大兄，阿弟回来了，怎的这般兴奋？大兄一定不知，弟今日在后山遇见何人？后山，长城里不过是一偏僻山野，能有甚大人物让小叔如此兴奋？阿弟，该不会见着神仙中人吧？大兄，嫂嫂，仙人虽未得见，却得见高人，可曾闻得蓬莱枪神散人之名号？蓬莱枪神散人，这谁人不知啊？
阿弟，你可当真遇见？弟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那老者枪法如神，世上绝无第二人有如此技艺。枪神如何来此？可对你说些什么？弟也不知。唉，我与兰弟本欲向枪神前辈请教武艺，以护卫乡里，却被前辈训斥一番，随即便被前辈拒之门外。那老前辈为何要训斥阿云？枪神前辈约是觉得我与兰弟年纪尚小，只顾习武斗狠，不知爱护性命，万一身有不测，便是辜负父母宗族。若想根除贼人，长久保全乡里，需寻其根本，改变当今世道。唉，前辈所言也不无道理，只是我等贫苦乡里又有何能去寻其根本？王公贵族尚无作为，乡里小民又有何能改变当今世道？你呀，当今乱世，老前辈心存戒备，谨慎待人却也正常。前辈既是高人，见识本就不同。我也听闻高人收徒时总要历经磨砺考验，岂会轻易许人？小叔才具不凡，也许前辈已有所赏识，只是在做考验。依嫂嫂看，小叔也不必气馁，此事未必不成。阿秀之言亦深得我心，我家二郎岂是碌碌之辈，我阿弟将来可比魏霍，岂非天下最上佳的良才美女？这般优秀弟子，前辈岂能放过？阿弟，莫急于一时，来来来，请先用饭。周兄，这是怎么？有贼寇来袭！啊，周兄，情况如何？伤势可要紧？我无碍。快！适才巡视，正撞见黑山贼徒，贼人追至三指，本恐为匪寇探伤。上前与之交战，虽杀了二贼，另一人却逃了。黑山贼众势大，恐难善罢甘休。此前和苏王李正出动，组织乡亲暂后山一避，贼寇大举入侵，我当率众抵贼，庇护乡里周全。小叔，阿娟何在？阿娟妹子正在张敖家中，应还未离开。阿秀，你可去寻阿娟与张敖同去后山躲避，我先去寻李正，稍后便来。夫妻万事小心。好，周兄求神指上，既是探伤先至，贼众在后，应难即止。我去差人往左近乡里通报。我已差人告知县治，与左近乡里。只是县治伤员一时间恐难救急，小伤无碍，我且去叫众人防备。阿弟，也可速去告知左邻右舍。弟即刻便去。我且先去寻兰弟，途经牛叔处也知会一声。牛叔，黑山贼来袭，快些收拾行囊，随乡邻去后山暂避。
俺一听闻此事，既有山贼来犯，俺尚有几分力气，岂能随妇人退避？牛叔，后山多妇孺，也需有人相护。也罢，俺这便去后山，有俺等在，赵郎也莫要轻易犯险。还是个读书人，家中钱财不少吧？都拿出来！呸！贼徒宵小，我几句你？小子，那便拿命来吧！安迪莫慌，我来助你。小子，找死！贼人是应是黑山贼众，兰弟，请汝一同护卫乡邻，往后山暂避。救命啊！逃吧，尔等都快逃吧！小娘子，往哪儿去？就如此之快，贼寇住手！兰弟，请护众人先行，早先嫂嫂已去张老家寻阿娟，不知安危如何，我去接应。交给小弟便是，兄长务必小心。
这等穷乡僻壤，竟有如此标致的小娘子，老子艳福不浅。贼人莫要过来，莫想害我阿紫阿郎。呀，小娘子还懂得敬爱长辈，持那小刀，莫非想先和老子过两招，试试老子强棒技？你他娘的懂什么？小娘子有甚好处？要我说来，那后面的娘们缝纫的紧，才够滋味。贼子休得胡言，拿命来！云，云兄，你小儿猖狂，坏老子兴致，就先拿你几刀吧。乖乖把钱交出来。贼人清醒，三位速随我去后山暂避。多谢小叔救命。云兄，人生在世，常有诸多灾祸，活命已是十分不易，为何还要同类相残，乃至以此为乐？每逢乱世，都说百姓饱受苦难，求火无门，方才沦为盗匪。可一旦为盗，却良知仅失，加苦难于他人，便有更多百姓难以求生，转而为盗。我纵然杀得一山盗匪，又岂能除尽天下贼祸？不了身一日，盗贼便多一分。罢了，先不想这些，且尽快离开此地。Thank you.
正手痒，让他全来送死。兄长，阿娟。兰弟，情况如何？后山还未见贼人，尚且安全。兰弟，你先在此把守，待我将诸位送至安全之处，再来寻你。弟在此守候，各位快去后山深处。
下山去助大兄，切勿忧虑。小叔，与你大兄可千万要平安回来。阿娟要随张敖为乡人治伤，两位兄长千万小心。若是受伤，莫要逞强，阿娟就在此处等候。嫂嫂，阿娟莫忧，我等一定平安归来。眼下该当如何？此处自有乡人护卫，我欲再下山去救助他人，不知兰弟意欲如何？习武多年，正为此时，弟与兄长同去。
晒谷场方向喊杀声最重，周兄等人应就在那边，速去。下刀兵，饶尔等不死。贼人欲驱使我等为奴，岂可得乎？尔等亦皆小民出身，却不思百姓苦难，一朝为寇便横行乡里，与贪官酷吏何异？他日身死，尔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于地下？神憎鬼厌之徒，天人共弃之，给老子杀，一并剁碎，不留活口。今事危矣，此人众多，可先救下大兄等人，一同杀贼。
贼子乌合之众，若能绕至后路直取贼首，贼众必乱。兰弟言之有理，取其贼首，贼人必溃。大兄恐有闪失，速去救人共战。何人？杀汝之人！汝等怎在此处？大兄莫忧。众乡亲暂无危险，我与兰弟习武多年，岂可临阵退缩，见危不救？此战凶险，若你有失，我家将绝后裔，何苦自旅险地啊？罢了，既来此，且紧随我等，莫要逞强。杀！快杀！番心因两位少年郎杀死贼首，我等方才保全，救命之恩，生不敢忘。贼众已退，且先去后山接吾亲眷相亲，再做商议吧。各位久战疲累，且先治伤安息。我与兰弟并无大碍，再走一趟无妨。有劳二位，贼口或有残余，不可轻忽大意。是何人？就是此二人。正是，我等本以为杀乡里守卫，却被此二人杀穿众人，方才退败。嘿，废物！爷爷乃黑山统领李大木是也，俩小娃娃年纪不大，武艺倒是不俗，尔等所败者不过是我黑山军中一小部儿。爷爷爱才，若想活命就投入爷爷我寨中听命吧，届时饶你乡里人性命，不然，待我率大军亲至，鸡犬不留。被贼寇，安敢夸口？既如此，爷爷便成全尔等。
姓名，贼子戕害同胞，为祸乡里，岂配文武名号？老匹夫，受死！那石枪小子，姑且看好。爷爷可不怕你。可恨，可恨！你是何人？你是何人？看明白了。敌人看枪，休要小瞧爷爷，都受死吧！Stop!